感谢，感谢阿伯，你送我这只猪仔仔。我这真卡囡仔哦，饲猪对我这真卡囡仔来讲足重要。细汉饲猪啊，你要读册，就是厝内底迄只猪啊，爱掠去卖，你才有法度去读册。今仔日足感谢咱的严小金严议员，咱的主持人，啊，坤泽的后援会。咱的会长，我那来联合阿王辉，咱的蔡国元，咱的蔡党诶，真感谢马玉山的董事长吼，感谢。啊，咱联合阿王辉，昆泽特别感谢咱的罗武雄罗里长、郭和祥郭里长，啊，咱的李永贵李里长，啊，在座都有咱的黄美琴黄里长、张文车张里长。孙启田、孙旅长、郭海田、郭旅长、陈永正、陈旅长、吴阿吉、吴旅长，啊，咱谢友金、谢旅长，啊，咱叶建志、叶旅长，还有较多的我煞看无着，林焕然、林旅长、姚素贞、姚旅长、潘进派、潘旅长、黄尚峰、黄旅长、张真荣、张旅长，以及。在座坤泽哦，石淑珍石里长，以及坤泽上敬重咱的社区，咱的里内厝边头尾，啊，甲咱王圣人王主委吼，哦，来个现场，啊，咱关心咱高雄的发展，台湾未来发展前途，坤泽上敬重的大哥大姐，少年阿伯。少年阿姆，大家阿妈，大家好。好。每一天透早五六点，都爱出门来去运动场，甲乡亲问好。过来早起的市场，下晡的黄昏市，暗时一日一日安尼行。因为咱来拼，分做顶一次的失败，即个爱全力落去拍拼。大家拢知影，昆泽财力足歹，财力无好的时阵，咱就拼体力。我相信，伫咱高雄拍拼的少年人，乡亲一定会甲疼惜，会甲栽培，互伊有困难，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栽培伫昆泽，好阿无？好。这次我特别感谢咱阿元会总顾问。嘛是昆泽总部的副主任委员林进兴林医师，足感谢伊。伫过去虽然纷纷扰扰，但是昆泽啊去甲回事的，因为这次的选举真哩重要，真哩关键，昆泽啊爱全部承担，全部的负责，足感谢林医师来体谅着昆泽，包容着昆泽，这次。咱是团结的民进党，一对一的，拜托大家，咱一定要打拼，咱一定要动算，总统蔡英文，立委李坤泽，拜托大家，好阿无？好。这场的选举，每年正月十四，这是足重要、足关键的选举。在四年前，马英九摕700多万票。因为伊伫选举的时阵去吃下肚丸，伊甲台湾社会讲，若选伊马英九，伊送咱一张足大张的支票，号做633。先经济6%以上，就是经济会袂歹；失业率3%以下，大家找工课真好找。啊，再另外一项，就是国民所得30,000美金，啊嗯。30,000美金，我算予你听，就是所有的台湾人，你不管你的上班还是做生意，你的收入上少一个月啊75,000块的新台币，啊无影无食跳票，啊伊啊马英九讲伊要学蒋经国十大建设，伊啊塞一套爱台12建设，比蒋经国搁较济，啊嘛无影无食。第三，伊讲啊，最近伊要推动两岸和平协议，
啊，伊上重要，伊讲袂当像过去国民党大主大义，伊要改啊，讲予人民去公投，啊，结果呢嘛跳票，所以啊633跳票，啊，所以啊爱台十二建设跳票，所以啊两岸和平协议予咱公投嘛跳票。各位，咱敬爱的兄弟啊，咱台湾人咧讲，坐车看风景啦，坐船看海景，吃饭是看桌顶，选总统爱认真敬。四年前咱敬一个袂灵敬的，就是马英九，讲的拢惊死人，啊做的拢笑死人。所以这次咱的总统选举，台湾人只有一个上好、上重要的选择，就是咱全力支持蔡英文，甲大家同齐拍拼。拼经济更加活力，拼政府更加有效率，拼老人爱有照顾，拼少年爱有出路，拜托大家全力支持蔡英文做总统，好阿婆。过去大家在陪李坤泽，坤泽甲咱的市民讲，我若做立委，我来去交通委员会，我来拍拼铁路地下化，我讲会到。就做会到，坤泽对头到尾拢伫交通委员会安尼拼，大会期拢伫遐，铁路地下化正式动工，后摆所有的边交道、地下道、路桥拢总拆掉，规个高雄交通南北正便利，坤泽做会到。第二，咱后壁的鼎金国小，伫几年前。去嘉义办旅游佚佗，发生梅林车祸，大家印象拢真深。咱的乡亲，三民区的乡亲，死20几个人，迄个大家足艰苦的。但是，予咱都较贴心的，是咱的乡亲发生车祸，要讨赔偿，一生五年讨袂着，嘛是坤泽家己一个人提案、修法通过。每一个台湾人，不管你三岁，还是85岁，不管你坐高雄的客运、巴士，还是游览车，脚床甲坐起哩，你都有一条强制的保险。这个保险是150万的保险。坤泽予大家栽培国台议员立委，我感觉我做一项工作是上重要，嘛是上有意义的，都、就是。坤泽找足侪慈善会、足侪庙宇、足侪民意代表、足侪好朋友、足侪市府的官员，甲因募款。阿姆，甲伊募款，毋是坤泽要选举啊，毋是。咱募款是甲高雄市的艰苦囡仔，伊要读册，咱甲斗三工，一学期1万，一年2万。对，10年前一开始的70个。甲这3-4年，马英九执政，大家事业愈来愈悬，生活愈来愈艰苦，雄雄对70个跳到一年拢200-300个。咱这10年来发出去，甲这艰苦囡仔斗三工的钱偌济啊？毋是30万哦，嘛毋是300万哦，是将近3000万啊！坤泽日子嘛无好过，我嘛一间厝几百万啊，爱贷款20年，但是。是安怎坤泽要去甲这艰苦囡仔斗三工？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坤泽啊，我的老爸真早就无伫哩啊，我还未读国小啊，我的老爸就无伫哩。啊，所以高中毕业，虽然坤泽考到真好的高中，啊，但是咱台湾人就是安尼。我做大哥啦，啊，大哥大姐伫咱台湾拢爱为着小弟小妹牺牲。啊、台湾社会就是安尼啊，所以坤泽高中毕业，读补校，啊，二时啊就去修理水电，做水电工啦。啊，做到26岁才去读大学。所以啊，伫我少年的时阵，我就一个愿望，这个愿望就是讲，如果我伫坤泽有一天有能力的时阵，我一定要去帮助其他的。